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组很实用的 Prompt 搭档。这个 Prompt 搭档呢，可以让任何一个新手很轻松的就能撰写出高质量的 Prompt， 而且它还会告诉你你的 Prompt 哪里好，哪里不好，以及每个分类的得分是多少。那这个对于新手和想学习提升 Prompt 质量的用户来说呢，就非常非常的有帮助。对于新手呢，它可以快速的让你撰写出高质量的 Prompt。对于想学习提升 Prompt 质量的用户呢，它首先会告诉你一个优质的 Prompt 是由哪些元素组成的。另外呢，它还会为你的 Prompt 在这些不同的元素分类上啊进行评分，把 Prompt 的优点和缺点都给你量化出来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得分啊，重点去优化你 Prompt 当中不足的部分。我把这个 Prompt 组合呢叫做手字一体组合。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啊，以及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话题，麻烦动动你的小手赞一赞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提示词的意思啊，它是一组英文的 prompt 啊，我们来翻译一下啊，阅读下面的所有说明，理解之后呢，是我们开始。我们是希望 ChatGPT 来扮演一个提示创作者啊，它的目标是帮我们设计出最符合我们需求的提示词。我会提供我的需求答案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根据下面接下来的步骤来不断的迭代升级，来优化这个 prompt 啊。根据我的意见呢，你将生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呢是每次问答之后啊，都给我们生成一个优化后的 prompt。然后第二个呢是啊，还要给我们一些关于这个 prompt 的建议，哪些方向是可以修改的。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 prompt 还存在哪些问题啊，提出三个相关的问题来帮助我们优化这个 prompt 的内容。接下来呢是这个 prompt 的末尾部分啊，它有几个操作啊，当我们选择第一个操作啊，它会要求我们回答更多的问题来继续帮我们优化 prompt。 然后第二个操作呢是当我们觉得这个 prompt 没有问题了啊，我们想在当前对话窗口直接去使用这个 prompt，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选项二的这个操作。第三个操作呢是重新启动这个 prompt 设计者的指令。第四个操作呢是退出这个 prompt 设计的指令啊，回到一个常规版本的 ChatGPT 对话。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些说明啊，最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将继续反复这个过程，也就是重复这个对话过程，重复这个优化过程啊，我们会给 ChatGPT 提供更多的信息，然后 ChatGPT 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内容啊，最终帮我们把它优化成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 prompt 啊，这个是关于第一个 prompt 的意思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 prompt， 然后通过最简单的问答形式啊，把我的想法转变成一个高质量的 prompt 啊。好，那现在我给大家发送了这个 prompt 啊，他就问我，现在我们开始吗？啊，请问你是希望这个提示词是用来干什么的啊？然后呢，我就告诉他，这个提示词呢，我是想让他帮我撰写小红书的种草文案，然后主题呢是关于小米无线耳机的啊。OK， 他马上就给了我回复啊，这个回复的结构是这样的啊，修订后的提示建议以及问题，那最后的话是这个操作选项啊，他根据了我这个方向跟主题啊，给了我这几个建议啊，提供耳机的主要特点和优势啊，并且呢告诉我们他的目标受众是什么样的受众啊，还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使用的场景啊，那最后的话他是给了我们几个操作选项，那我就直接回复了这个选项一啊，他就根据上面的问题和建议啊，继续问了我几个问题啊，你希望突出哪方面的信息等等这些东西啊，那我就给他回复啊，首先呢我是想突出它的音质好，佩戴舒适，降噪效果好啊，续航时间长，这个呢也就是这个蓝牙耳机的一些特点啊，我给他输入进去。第二个呢，我是希望以这个轻松活泼的这个语气来帮我撰写文案。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文案的目的啊，文案的目的是促进产品销售的。第四个呢，我还加了一个要求啊，我是希望他在这个文案的末尾加上一些相关的这个 tag 标签啊，因为这是符合小红书风格的啊。好，然后他马上就给我回复了啊，这是第二轮对话之后啊，他给我修订后的这个提示。撰写一篇小红书上的种草文案，主题是小米无线蓝牙耳机，重点突出音质、佩戴舒适性、降噪和续航时间，然后文案风格的要求，促进产品销售，以及在末尾加上相关的 tag 标签啊。
可以看到到这一步啊，其实这个 prompt 的质量啊已经是有所提高了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他又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和问题啊。那我继续根据他这些问题和建议啊，然后我选择选项一啊，继续给他回复。OK， 那基于第三轮对话啊，他又帮我把这个 prompt 优化了一下。接下来呢还有几个问题，有没有具体的版本型号啊，哪些使用场景啊，还问了我们有没有关于这个售价以及优惠的信息啊。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好，因为你要推荐一款产品，你总要告诉别人价格了啊。到这一点呢 ChatGPT 它也自动帮我们考虑进去了。 OK， 那我就继续选择选项一啊，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呢，他就根据第四轮对话啊，又帮我优化一下这个 prompt， 把售价啊、面向用户啊、产品名称啊啊，还有这个输出要求啊、自售要求啊，都给我们涵盖在这个 prompt 里面进去了。好，那到这一步的话，我就不继续往下了啊，我就直接输入这个选项二。那 ChatGPT 呢，它就会自动去接收这个 prompt， 也就是我们优化后的 prompt 啊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，撰写一篇300个字左右的小红书种草文案，主题是小米 S1 Pro 无线耳机，然后它的这个关键词、重点啊、文案啊、目标是什么、年龄受众、使用场景、标签以及这个售价都包含在内了。OK， 那 ChatGPT 就自动根据我们优化完成以后的这个啊 prompt 提示词来帮我们生成了这样一篇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个。啊，小红书种草文啊，可以简单看一下啊。首先是大标题，然后下面是介绍啊，这边是它的一些特点，每个特点都加了相应的这个图标啊，以及它的这个二级标题，也就是它的简介。那最后呢，在这个基础上又加入相应的这个 tag 的标签啊。到这一步呢，它就完成了一个小红书种草文案的这个 prompt 撰写，以及 ChatGPT 它自动根据这个 prompt 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啊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呢，我做的事情很简单啊，我就是告诉他我想要写小红书的这个种草文案，然后关于这个产品的是什么的啊，那后面都是 ChatGPT 自动根据这个主题啊来问我相应的问题啊，然后我只要去回答他的问题就可以了。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三轮，那三轮之后呢，我就得到了一个啊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并且非常简洁明了、任务清晰的一个 prompt 啊，这个就是关于第一个提示词的作用和演示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手字一体组合里面的第二个提示词啊，这两个提示词其实是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的。同样我们也是直接来看一下这个 prompt 的意思啊，让我们对这个 prompt 进行评估，然后根据下面这些主题啊，从1到10分进行评估，从主题、提示词的内容、语法、拼写、标点符号然后这个 prompt 是否通俗易懂说明是否清楚、逻辑是否清晰、是否好理解，以及呢它的语气和语调啊是否适合目标受众，从这8个不同的方向啊，来评估我们这个 prompt 的质量怎么样啊，并且给出相应的分数啊。那最后呢，再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和建议，来帮助我们改进这个提示词，要保留原来提示词当中的精髓。改进后的提示词呢，应该涵盖相同的主题，并且呢要具体易懂、有条理，语气和语调要适合 ChatGPT。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好，然后我们回到 ChatGPT 当中啊，来看一下这个演示过程。那我就把刚才啊上一个提示词它所撰写的这个 prompt 啊直接给它发送过去。OK， 它就从这8个不同的方向啊给我进行相应的评分。啊，满分是10分，得分是8分啊，主题非常具有吸引力。啊，与当下无线耳机市场与年轻人的生活密切相关，然后是具体性，得分是7分啊。然后呢，语法、拼写跟标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。其实这个也是由 ChatGPT 来自动完成的。如果让我们自己去写 prompt， 可能里面的一些语法啊，或者是标点符号运用是会有问题的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易懂性，有没有行话啊？我的得分是9分，整体来说是简洁明了、容易理解。然后是指令明确，我的得分是8分啊。逻辑组织是9分，意义跟随的得分是9分，指令明确，易于执行，也就是说我的任务还是比较清晰的啊，不会说啊让 ChatGPT 很难去理解。最后呢是语气和语调，得分是9分。
其实我们从这个结构当中也可以看到，一个优质的 prompt 你要有明确的主题、明确的任务，然后逻辑是没有问题的，并且你这个 prompt 里面的语法啊、语气啊、标点运用符号啊等等啊都是要恰当的，那这样的话才不会让 ChatGPT 有误解啊，可以更好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。 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中山所说呢，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改进建议啊，在文案当中呢可以更详细的描述场景，使读者更容易感同身受。第二个呢，要对特价的信息可以更加突出啊，来增加紧迫感。可以看到他这两个建议都非常非常的好啊，直接是命中要害的啊。最后呢，他还给了我们一个改进后的提示啊，我们也可以来对比一下。撰写一篇约300个字的小红书种草文案，主题是小米 S1 Pro 无线耳机，重点描述啊，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，降噪效果等等啊。最后要特别强调，原价是699，现价是399啊。帮我们加了这两段内容啊，一个是在特定场景下的表现啊，然后一个是售价这一块啊，要重点突出，把刚才的建议已经融合到我们这个 prompt 当中了。那我们用这个评分的 prompt 啊，就可以针对任何的提示词啊，去评估它的好坏以及它的分数，以及哪些方向是可以优化的。不管这个提示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说这个提示词是通过刚才第一个 prompt 啊自动生成的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一组提示词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，然后不断的进行优化测试，这样的话最终就可以得到一个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这个 prompt 提示词。这个组合呢是由两个提示词组成的，第一个提示词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想法或者任务自动变成高质量的 prompt 提示词，整个过程呢它会以问答的形式和我们来回互动，然后呢根据我们给的答案自动帮我们去丰富我们的提示词内容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啊，只要去回答它的问题，然后重复几次这个过程，就可以得到一个符合我们要求然后质量也相当可以的一个 prompt 提示词。第二个提示词呢可以评估 prompt 的质量啊，以及具体的得分，它会根据我们提示词的主题、语法、易懂性、任务的明确性、逻辑性等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评估啊，最终给出相应的分数啊，并且给出我们相应的这个优化建议。那通过这个首字一体的 prompt 组合啊，不管是新人还是老手啊，它都能有效降低我们写 prompt 的门槛，以最简单的方式轻轻松松就把我们的想法转化成高质量的 prompt。 那最后再说一下，如果你想掌握更多这样的 prompt 使用技巧，想用它完成更多复杂的任务啊，也欢迎了解一下我的课程 ChatGPT 实战指南创新应用与性能提升。我把自己收集整理的一些优质的 prompt 技巧都分享在这里面，并且呢还会定期更新这里面的内容，让你掌握越来越多的技巧和玩法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，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